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 B 班的黄轩慧。大马美食多，月饼种类也很多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月饼。这个是传统月饼，这个是冰皮月饼，这个是三 Q 月饼，这个是潮州月饼，这个是上海月饼，这个是我最爱的接力月饼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拜拜。